好，我是 Eunice，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Eunice's TV。 今天很荣幸的被马来西亚一间亲子购物网站 Baby Dash 受邀参与他们故事家举办的一个活动。Baby Dash 的创办人 Lavi 和 Sean 两位早在2011年前在银行业任职，当了妈妈以后的两个人觉得，身为一个职业女性，在购买宝宝日常用品的时候，往往都会面对一些小困难，比如要趁着放工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带着宝宝挤进商场里面，有时碰上大促销还要买上多一点的时候，收银机前又大排长龙，甚至有时临时才发现某些宝宝的日常用品用完了等等之类的小问题。当时 Lavi 和 Sean 有很深的感触，加上两个人一直有创业的梦想， Baby Dash 就这样开始成立。 Lavi 和 Sean 跟我们分享当初 Baby Dash 成立的一步一脚印，很多大小事物都是他们自己亲力亲为。当初开始营业的 Baby Dash 并没有货仓， Lavi 和 Sean 的家里都堆满了货物，直到2013年 Baby Dash 才正式有了自己的货仓。凭着 Lavi 和 Sean 几年的奋斗， Baby Dash 开始越来越有规模，从以前开始的几样商品，到目前 Baby Dash 已经有超过3000多种宝宝的商品提供给有需要的爸爸妈妈们，从奶粉、尿片、儿童餐具、玩具、童衣、寝具用品、清洁用品、外出用品、沐浴保养、护理用品等等应有尽有，可以说是一个一站式的亲子购物网。其中有些商品还不一定可以在大卖场里找得到哦。经过这一次的了解，我发现 Baby Dash 亲子购物网站有几点很值得分享给大家。第一点， Baby Dash 亲子购物网站每一项消费你都可以赚取 Dash Point 积分，除了消费可以赚取 Dash Point 以外，每一天你登录也可以赚取 Dash Point。除了以上两点，如果给予商品评价，你也可以赚取 Dash Point 哦。这个积分你可以用来抵扣你以后的消费。二点， Baby Dash 在每一个星期三，他们家的面子书和 Instagram 都会有一个投标竞赛，叫做 Baby Dash Auction Wednesday。当天 Baby Dash 会选择一样商品让大家进行投标，价高者得。我觉得这一个投标竞赛很不错，投标的商品都很有质感。比如上个星期就是这一台宝宝安全椅，它的原价是马币2199令吉，不过当天的竞标价从50令吉开始。我会把 Baby Dash 亲子购物网站的连接，还有他们的脸书和 Instagram 连接放在我下面的说明文，大家就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。 Baby Dash 公司当天的活动，除了让我们参与的布洛克和 YouTuber 对 Baby Dash 公司有更深一点的了解之外，Baby Dash 公司也安排了一个现场限时购物体验给我们，免费让我们在10分钟内以 Baby Dash 公司赞助我们的 Dash Point 来购物。购物满马币155令吉就可以免邮费，购买超过155令吉其实并不难达标。像我们自己如果周末呢要带着宝宝去商场买3包尿片，就可以超过马币100令吉了，而且还会扛死你。这还没有包括奶粉和宝宝的日常用品哦。如果这些商品都可以上网订购之后都有送货员送到你家门口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自己去扛回来啦，而且还可以赚取积分，下次再来回扣。你哪里拿来的？之前我有一套 YouTube 的影片，关于为什么我会选择慢奶瓶的5大理由，在 Baby Dash 这里就有很多慢不同颜色的奶瓶，大家可以去他们的亲子购物网站查询。好像这个好漂亮哦，你们看MOM 的奶瓶颜色就是很吸睛，它们每一款颜色都有不同的卡通设计。MOM 奶瓶还有很多功能，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影片连接去看我的影片介绍。当天我让我的宝宝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玩具，剩下的 Dash Point 我就拿来换取湿纸巾。
了购物体验，现场也安排了节目给小朋友玩。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上传呢，你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帮我给一个 like， 还有在这里点击转发分享我的影片，谢谢你们哦。